他去哪里？有一个位。最喜欢的女神好看，但是好看。孙生跟哪一个女神最速配？为什么要孙生跟她速配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人吗？很多网友在问为什么？对 ，W H Y Y。为什么是孙生？好，现在欢迎两位女神出来再说了啊！好嘞，女神出场。我光看我们排练就知道，我今天一定是赢定了。哦，哎呦，这么弱，太弱，都没在抢他。哎呦你，来，尤尼，我的腿都到你的腰了。哇，赢了。哎，这倒是真的。没关系，小齐炫，但是姜是老的辣。老妹啊，你不能说他老，那你说他年纪比较大。抢别的，弄他，冲他。腿长什么了不起？没有专长是混不下去。可以，这个好，这个有压，有腿长没专长。紧要关头，赶快把头发往后甩两边的。你先，对的，你不要遮到。哦。这种不用讲话就赢了嘛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头发拨开嘛？怎么样？我高中的时候就看你到大学，哇！从小看他长大，所以老的呀。他高中是我的女神，哦，老，等于是老妹身算吗？是 ，OK。两位要来跟那个孙生来搭配演出，三个一起演就对了。老大是我大，我哟。
吸气吸气。哦，故意的故意的。Henry， 你的感觉怎么样？觉得你看得牙痒痒的。如果我为什么我没有这种福利啊？就你来啊，下次你来，下次常来嘛，常来就有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对啊，我孙胜也是熬很久哎。对啊，我上跟冰冰姐那个便当。对，哦对啊，冰冰姐便当。有舍才有得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我们一期的直播的投票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投票了啊。好，来，哎哎，看一下哈，到底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？请看，也适合我吗？哦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快快哦！有了，跑起来了，好，来了，小齐轩858票，尤尼320票，尤尼价位，哎呀，这恭喜，喜欢尤尼啊，小齐轩，太畅了，而且他看我穿红色也蛮适合的，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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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盖腿推啊，盖腿推，盖腿推，哎，真的吗？没有，真的是啊，可以略高一点。哎，你们在拍那个这个拍腿，我们也只能拍腿，对不对？哈，快快，哎，好玩。OK OK， 好，那就双拍啊，不好意思。小齐炫有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赢的？有没有看到？没有，想到今天是绝对不能输，毕竟他就说看我长大了。对，如果我输还得了？对对不对？你以前无名好红哎。对，不要说。那就透露年纪的无名啊，拜托了，对啊，谢谢我，是我，哎，我还有你的 MSN 呢，还有即时通，还有我即时通，哇，好老好老，恭喜我们的小齐炫，恭喜。